准备提前泡好的鸡叉骨，来点葱姜，再来点祖传的酿酒，打入一个母鸡蛋，加入奥尔良腌料，加一勺土豆淀粉，抓匀腌制十分钟，起油烧锅，油温五成热下锅炸，小火慢炸，炸至金黄酥脆捞出，出锅撒点孜然芝麻辣椒面。来吧老铁，自己做的奥尔良炸鸡制作完成，喜欢的双击保留，感谢大家支持。